来两只小龙虾，一个蒜蓉的，一个清蒸的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哇，咔咔咔咔咔，完整的剥出来了，天哪！太过瘾了，看这个汁，钳子里的肉非常的饱满。就是这个钳子里的肉，没个好牙口还真不好剥。现在的龙虾哈，跟鲍鱼似的，最肥了。然后呢，现在也是价格很低的了哈，一年当中也算是价格最低的时候了。嗯，像这种一斤一个的龙虾，我们现在198块钱两只包邮。哇，大肉。嗯，好吃是好吃，就是不禁吃，一会儿就造完了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